是人间清月夜。
桂姐姐又嚟呀、啊！秀才郎又嚟。诶、欸，似曾相识，到底在何处见过呢？我是相府中一名姬妾，今日曾在堂前与君相见。哇，系呀、啊，系咧，姐姐你到来拜祭谁人啊？拜祭红梅阁主，是我旧时姊妹之。哦，既称阁主多是风雅之人，福云姊妹应是红颜未老啊，何以一旦向笑呢？此事说来沉痛，我都不忍启齿。咁、哦、是否死于病噶？既非病死，是否厌生呢？秀才郎，你喋喋不休，撩人爱感，阁上人又岂有厌生之念？怎奈他还死于情，还死于情。哎呀，姐姐慢行。细想相国呼唤后门金粉，焉有情字可言呢？至于还死之恩，饮恨之缘，仆亦识花人也，何得问苦？好。佢死于何日噶？有和却与无门开。咁谁是佢相思之人呢？相思有人，人不在呀、啊。咁又因何惹祸啊？留我啦，无风风自来，官宦不容，人跌爱，鬼王都未去。姐姐，你既称识花之人，当年花魂折磨我，今日对你一诉凄凉，无非是有所请求啫。姐姐但讲不妨啊！因为本在风雨之境，我来此就不然，空回贴近书斋，我欲请秀才郎代登立之路。做得做得，空梅阁主与相国有狐，偶道一青年，有日惊鸿一瞥，阁主平然心动，曾有未再少年一遇，又怎样见到于相爷，将他夜爱杀之？还将阁主人头藏于锦盒之内，只一朝白归来，召姬妾于堂前捧锦盒曰：此乃阁主下聘少年物也，启而视之，却原来是阁主人头撕断琉璃。有爱梅红逢雨劫，未知观中是否女桥才。我欲图执心问红梅，姐姐能否赞留翠竹我？姐姐慢行，姐姐慢行。
非关中人，就是还琴者。唔会嘅，唔会嘅。想我当日碎琴一灭之时，正是四野无人之际，楼外无风，断不知朝露道雨。想还死者另有其人，不过境遇相同，宁不平然心动呢？不如我步上红梅阁中，纵使不能瞻仰为荣，也可以一身我的敬意。你为梁灵柩，你为梁灵柩，哎呀！光明灯灭半浮千里影，疑是风云回流泻，却不是足影。乱花台，拜一拜观中谁美人，比一比川台身鬼恨啊！此妾是方伦，当知阴阳如隔开。哎呀，适才见到潼关三妾，写有李卫梁三字。哎呀，阴森可报，看后精神仿佛如有所失。莫非楼外孤魂？怪我未曾为佢多种凡经嚟超度。哎呀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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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总是甘于作词，眼望着红枣一天香，谁料此言未酬身先事，望今日书斋之中清灯一盏，灵感数篇，何不将我生前未酬之缘了于今时。文章荒废了。哎呀，我记得在未睡之前，意欲磨墨写春游三篇，醉神疲未果。我一旦醒来，墨池中香墨淋漓，满载啦吓。读书少过如花瓣，天香红袖威连错。奇怪啦，明明新冠有人声噶，何以举头无客在啦？今夕风乱离子迟，连君错又铺愁浓。是你呀、啊、莫非你罩遮云烟隔雾来，黄花台仍还在，轻盈纳翠竹外，此奇花野草幽阁夜半开，似洛神观烟随奏雨又待。若云介雨而来，今宵又无雨；若是成风，此际又无风啊，无风无雨啊！莫非你从天而降嘅？
开棺为何复再来？知木是化鬼物，思尽才带留远上蓬莱。想我适才步上红梅阁中，见到同宽三尺，写有李惠良三字，岂见佳人已死噶啦？咁你咪鬼嚟嘅？哎呀，机关将被坟墓盖，云里风波，你夜深降楼台，你厮杀族外来，你何以生不念财，死而过外呢？
此真所谓香消外眉消，烟断情还在呀、啊。谁信你？为娘昔日全家之患，亦是杨氏有患。我纵使不能给予全家姻缘茶，我倒也可知人世的情爱事。上月台，但对那桥畔爱未变改，盼望了知有并蒂花开，杀梅用头代，对魏良是安财，对超容是借财。有道是镜花不可攀，我退而求其次，我只爱超容啊，莫非因为超容似你咯？啊，回来，回来，真系娘，劝你一句话令你难忘，添收他下脸难忘，云上可忧欢，难道李慧良今日魂归梅国，不能共枕咩？
公自己暗开，此时真怕有。却不自爱，离剑割足情多夜台。为了为了我在阳世作惊弓之鸟，不与你同渡鬼域，作飞翼双飞啊！只要你后我在奈何桥上做一对鬼夫妻，我一死又何足惧？人间百种哀。